小辰光十七八岁辰光肯定也做。啊。做么？人家哪能做哪能做，靠几个脑子。没做过最结棍的是啥么子？要侬讲得出。这我看到是。有厨师，我特别爱做个小鬼子也做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光反应不好出门往面膜敷。那么之前呢，辣辣浦东新区三星路搿搭看到了一位七十八岁老爷叔。那么伊做的搿只生活呢，应该讲现在全上海哦都已经老少看到了，尤其是上海人做搿物事更加的少见。那么我前头呢，还是去跟伊探讨了一下。那么现在就跟了我镜头，阿拉一道去看瞧吧。感觉侬搿做木头的摊头现在勿大看到了。哦，不大可得，蛮好奇。前头三天走走回家。我侬开了多少年数了？对的。哎，廿几年，原来做铁钩生意。搿侬今年多少多岁数啊？我今年七十八。搿么侬现在主要就是帮搿搭附近居民做做瓦灯咯啥物事家具？我侪做啊。搿么伊搿个木头侪是啥木头啦？搿是？就是牛个。搿本来侪是点啥物事？垃圾袋里侪来了哦。侬垃圾拾来个搿木头？你的块板子就来了。哦，现在整弄自家带那个皮包包脱，就哦就变成新的了。嗯，买不起嘛，买我哎，买就贵了，搿是。瓦特。哦。瓦特都修了。哦，葛末伊本来是只啥样子啊？等本来也是搿造型的，就侬帮伊修复。哎。等伊修。瓦特是等修。修个。葛末侬拿啥木头去修？拿红木去修啊？啥木啥料做来？啥？哦，跟着红木啥地方来呢？还不是要买了？瓦特路，红木瓦特路。用了红木的。嗯。瓦特少，你看你修一修。嗯嗯。跟侬家修修，要收人家多少钞票啊？50块。50块啊？大概修了不多。大概要做生活，侬估计要修了收了多了。看的也意思大了，一看就大了。哈，还得大嘞，嗯。那么搿种是叫啥家生啊？是？搿个叫阳细胞。阳细胞。这个叫阳细。哦，阳细。嗯。搿个全上海估计做搿物事，上海人也没几个。哎。对吧？上海人木匠没的。没个对吧？嗯。我觉着老少的。只有外地的。只有外地的多。哎。嗯。侬是搿三林本地人？我三林本地人。啊，本地人。羡慕羡慕辰光，羡慕羡慕辰光，嗯，还蛮好，不是嘛，无聊呀，对吧？还是爱好啦，爱好变成职业，哎，搿是最好的事体。我木匠勿学，没学过木匠。侬没学过啊？哎，在那看。侬看啥物事学呢？看人家做，小辰光，十七八岁辰光看人家做。啊。做人家哪能做哪能做，靠几个脑子嘛。跟侬搿辰光看啥人做啊？就是从老上海做木匠的。哎，老上海做木匠。侬看看就侬学会啦。哎。哦哟，搿那是天赋啊！就是人家勿肯教呀。跟老师弄。自家再跟老师弄。跟侬现在收徒弟勿啦？收徒弟啊？侬收勿啦？现在侬也勿收。收徒弟，我四个徒弟了。侬四个徒弟啊？哎，四个徒弟，那搿个侪单飞去了，对伐？勿做了。是也勿做了。养伤啊！别别养伤！你钞票赚不到给呀？搿是，搿需要耐心哎。哎。需要耐心，搿必须是爱好才能坚持下来。爱好。嗯。没做过最结棍的是啥物事？只要侬讲得出。只要讲得出。有图纸，后来我就做。图纸啊？还有图纸啊？我特别爱做个小棺材啊，做。小棺材，把啥物事？把狗个。啊，把骨灰。啊，把哦，把骨灰。搿物事侬也做啊？哎。哦哟。搿种物事勿是一般性，人家蹲辣搿种殡仪馆咯啥直接买个嘛？勿是，人家红木搿。红木自家做要大概。红木。哦，红木拿来自家做。葛末搿种大概贵了。搿我手抄过，伊没闲工，搿叫是开心个。哎，搿侬平常几点钟过来？七点半。七点半。嗯。夜到几点钟下班？夜到五点钟。五点钟下班。中饭咯啥，大概回屋里吃个。啊，中饭嘛，屋里吃。嗯，反正也近来些。侬平常搿木屑咯，对自家搿鼻头咯啥，会得老难过伐？对肺咯啥，会得勿大好伐？搿总归还是健康为第一嘛，对伐？啊。搿么搿只是做啥物事啊？阿灯。
阿登个姐。这个伊学区不像学区，阿登个像，你晓得伊也蛮大子蛮大了。嗯，伊个肚子侪自家饿还是啥？挖出来了。哦，伊拉还会得饿肚子嘞。伊，皮囊些。皮囊嘞些。上绿高地嘛。啊，上这个啊，对对对。那么搿只是啥物事？这个敲角吧。敲角。敲角角。敲角角。敲角要跑来远远勿来塞，那这个跑有轮头，这个跑没轮头。哦，没轮头的，就是圆的，结果跑出来圆的是。哎，搿么搿家常菜侬自家去买个还是啊？我自家做啊。家常自家做啊？哎。哦，家常要自家做。看到家常，哎呀，像搿巨壁刀一样，里向有木屑的。哎。嗯。侬搿家常估计也蛮长年数了，已经是。嗯。侬搿做好之后要上吃咯啥，侪到工厂里去上来，侬自家上。一般性，一般性要求勿高，我可以上工厂看。啊，侬可以上上。要求高个。那么侬搿吃也自家去买来个咯？吃也买来个对伐？嗯，好，搿侬忙伐，杨叔啊。好，我走了。哦。好，再会啊，祝侬身体健康。嗯，再会。在这位爷爷身上，我看到了朴实和工匠精神，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坚持自己的爱好和事业，非常值得学习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个赞，点关注，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与秋裤进行交流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大家再会。